各位乘客，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276A 线，本班车将由天衡村开往太平，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第一站是天日村日塔楼。The next stop is Yap Tom House, T.E.S.A. 下一站是天日村日塔楼。第一站是天富园观复国。The next stop is杨浦口天富库。下一站是天富站天富阁。
位乘客，本班车已经到达上水太平，请各位乘客落车，多谢乘客276A线。